今日 NBA 夏季联赛，拖王者对上马刺队，上一场打出低迷表现的文班亚马，今日终于打出状元英勇数据，整场出战将近27分钟，投篮14投9中，三分球4中2，罚球12中7，得到27分、12篮板、一超截、三火锅，也让一些质疑他的人暂时安静。比较文班亚马的地板 AD 来看，当年 AD 新秀年的数据是13分、8篮板、1.8 火锅，第三年就进步到24分、10篮板，还有火锅王。以他现在这个身材，对抗性可能还有所不足。如果想要持续拿出好表现，首先就是不能受伤。想要避免受伤，则需要先增重。那你们认为文班亚马新秀年数据要怎么样才符合大家期待呢？奇怪，这边怎么有怪怪的东西？17投1中，这位老兄你还真是个狠人啊！